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热干面，还有小笼包，那我开始吃了。这个热干面芝麻味特别的香。这个我过了一下冷水，然后就特别的有嚼劲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黏糊糊的面。这个小笼包我感觉被骗了，我感觉它就是速冻的那种包子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指甲，是我自己做的，买了那种透明的那种穿戴甲，然后自己涂的颜色，然后贴了一些钻啊，然后一些珍珠之类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感觉贴了之后手指会变得秀气一点。最近还挺沉迷于做这种东西的，这个包子能看得到馅。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掰包子的同时，俺还顺便秀了一下俺的美甲成果，哈哈哈哈。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下武汉，我特别想吃那个油饼包烧麦，还有那个正宗的热干面也想吃一下。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